续来看台北龙山运销公司庆祝着五十周年，今仔日来举办茶会。过去捌做过总经理，号称是卖菜农的韩国瑜，第一届以立法院长的身份挥后头，伊特别甲迄条台北龙山公司的内裤带，讲君子袂使忘本。记者甲问讲，今仔日倒来到后头厝，敢有特别思念瓜市长？伊就干呐戆戆啊笑，讲谢谢。台北农产赞。向着北龙一带金枝扛棒的头前，虽展现伊卖菜农的风采，也毋过韩国瑜的心底淡薄感慨。今天回娘家有没有特别想念柯市长？谢谢。行到一半，脚步顿低。毕竟郭文泰过去不介意坎坷，虽然世事多变，也毋过对后头的感情关系。你看到我的领带没有？领带北农的。哎呦，这个领带是北农的领带，这领带北农的。对我来讲很有纪念意义。你这个领带是不是北农？我赶快去领一条。专工夹一条内裤带，表示无忘本。做立法院长了后，头一遍登来北农，不少人看到韩国瑜拢真够力。政治工作的人，要把眼光，要把关怀的重心放在这些广大的庶民身上。我一直都感念这段最美好的回忆。农民朋友来，大家喝两杯酒，聊聊天，唱唱歌，快快乐乐。鉴于总经理这位的五音亭，在小林帅红袍中紧急结束，北龙这几档办的茶会，伊拢无够。这个我坦白讲，我们有去邀请所有的这些离退的前辈，但是至于说每一位前辈他行程的安排，我们就没有去问那么的 detail。现在的北龙也已经不是当初时的模样了。五十年来一路走过，并不容易，也经历许多的起起伏伏，迈向下一个辉煌的五十年，好不好？北龙的主导权，马早就已经对龙委会派转到起火派的手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